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OK， 下面玩的游戏是《神魔之塔》。OK， 这次我们挑战的第一集的关卡是永恒的沉睡、无尽的梦境。好，那我们这次用大师最近抽到的吕洞宾跟何仙姑来打这次的解这次的双成就。那这次双成就呢是全神跟三属性。好，那就这一队其实比较难抽啦，那就顺便示范一下而已。好，那吕洞宾跟曹国舅应该钟离权啊，讲错了，钟离权跟曹国舅应该算是好抽的啦。那基本上引诱九峰王理论上也可以过啦，如果你们有九峰王的话。好，就该打吧。因为这关其实难的我觉得只有何仙姑那边而已吧，其他我觉得还好。然后第一关的话就是转注的时候会有一个白色的符石，我不太会讲那个，反正这是我一个问号的一个属性，你不要撞到它，不要去碰到它，我们的这个睡魔它就不会醒来，我们就可以慢慢洗技能了。好，就是有看到吗？就是那两坨，那你可以去削它，可是呢，你不要去撞，那就可以慢慢洗技能了。这样会了吗，各位？哎呦，没有新珠。好，然后这对回复力其实也是很可怕的，消一康一个新珠就5000多滴，其实好像也还好哈。啊，这关如果大家不赶时间就慢慢刷啦，像大师我是慢慢刷。我觉得算简单的啦。好，然后我的习惯是在这边先把那个双子把它的倍率全部刷满。好，刷。然后这一队也有秒数的增加，所以像大师这种转租新手就是很适合这种队伍。好，把双子倍率先不洗出来吧。记得回血啊，各位，不要洗技能洗得很开心。怎么差一颗新珠？我们这次先补绿，再来一个新珠吧。好，有了。好，差不多了。嘿。好，第一关就让大家洗技能，洗得很开心。OK。所以这个时间有点久啊，这个不是速刷队啊啊。嘿。然后全光成就像大师的队伍的话，就比较难打一点。我好像是用
用苍蝇队打赢的，而且我还吃了一颗石头。欸，我吃石头吗？有，我在王光的时候吃，不小心吃到一颗石头。那这个龙科要不要拿呢？如果衡量一下，石头可以不用吃太多，就拿吧，因为我觉得还算实用啦，暗属性的，暗属性专用的。啊，记得通关三次啊，因为这是有动态造型。好，贝绿可以了，那就慢慢打过去了。我看有人可以用这一队可以破防，欸，我实在是没办法。为什么他刚好躲在这里，我就点不到他？那破防不知道怎么用的，那是转珠多强啊，给到破防，我都破不了。啊，玩一个游戏开心就好了嘛。这样，好。过来，这样。还没。好，然后这样，哎，还没啊，对不起啊，说太久了。好，过了，哇，这样刷六分钟了。好，这边。我想一下哦，啊，刚才应该新开和仙姑了，没有按住哎。这只是要先打。好，左边那只先打比较好啦，然后剩下就随便转了。好，第二关过了，然后这一关的话，哦，我想一下，点燃，水转火，再开核心菇，好。应该不用开露娜吧，然后直接碾过去。这样，这样没有天降，还好过了。这边的话，哇，暗珠在那边。公主，这应该打不过去了。好 ，OK， 好，看一下哦。好过，然后
这边的话，先开双子，把光珠变星珠，然后开移动兵，把星珠转掉，然后选星珠。这边要开露娜吗？看一下。这边应该是不用啦，我看一下，应该不用。好。好，过了，伤害非常够。然后心符石不能被消除，这应该很简单啊。好，轻轻松松。这个伤害根本就顶天了。我想要同伴，不想再只有自己一个，就让我来把你囚禁于梦中吧。啊！靠邪，然后这边就开露娜，然后这边的星珠是可以消除了，只是你的回复力不会有而已。这边的话，等一下。光珠啊，光珠没有。嗯，好。啊，没有状态好，没关系，还一回合。如果这样能过，就真的很神奇了。今天过不了啊！啊，我龙科没护。啊，还好还好，因为龙科带错，我没有带九风王，还好这样过了。好啦，转成这样都能过了，我相信大家有这一个队伍的话，一定能过。好啦，如果这队是有了一点啦，太有了。好，只要一直在一起就好。不论是在现实还是梦境，然后这个队伍，这个很油的队伍，推荐给大家。大家不要嘴啊！我觉得这一队很简单。我想用九风王一定也可以过啦。哦，有造型了。好，给大家看一下造型吧。八龙也可以过了啊。嗯，我的在这里。好，换个造型。哇，这个小女孩这么小只哦。好，啊，为什么会有一个小女孩呢？大家去看她的故事就知道了。啊，这边有故事啊，我已经把它看完了。自己看啊。好啦，那这集的第一集就是这样子通关啦。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频道欢迎频道随放图片按个订阅。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记得把它按上去，铃铛把它打开，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才追踪到第一手的影片哦。那也欢迎到粉丝按着赞追踪最新消息哦。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拜拜。